再来看到，为了增加嘉明社区的休闲空间，国防部编列回馈金，在嘉明社区多功能及会所前新建社区环境活化及改善工程，同时也在今天完工启用，未来将会提供社区居民一处休闲的好地方。秀园乡嘉明村获得国防部回馈金的支持，来新建社区环境活化以及改善工程。经过3个月新建之后，提供在地长者和小朋友们在假日的时候有一处休闲的好地方。嘉明村长余欢清则是感谢国防部和秀园乡公所全力的支持。这个经费啊，是国防部啊给我们嘉明村每年社区补助啊，做硬体设施啊环境改善的一个工程。我们去年啊，这完工的啊，我们做这个社区的环境规划啊，它的特色彩虹桥啊，哈高乌堵啊，就是我们德鲁古泰国族强调的一个走上彩虹桥啊，到达人生的终点。那这个设施呢，我们小朋友很喜欢玩啊，我们的还有很多的健身器材。那这个设施呢，是我们秀林乡啊，只有我们村有，所以我们嘉明村是幸福的，令人觉得很骄傲的一个村落啊。我们也谢谢乡公所啊，谢谢国防部啊，挹注经费啊，让我们村庄啊，村民有幸福享受这样的设备啊，借着健身器材，借着这个那边的设施啊，让小朋友他们玩，蹦蹦跳跳，很高兴啊，所以。我们这个嘉明村啊，每年啊都会做一些硬体设施的改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嘉明村啊，每年啊都有经费来补助，还有办活动啊，所以真的是幸福城市啊，我们是幸福的村落，我们希望我们有个部落亮点啊，让大家能够知道。嘉明村长余欢清表示，原本多功能集会所前广场是一片空旷的土地，为了活化被闲置的土地。特别在乡长与您有一座谈会上，村民反映地方的需求，希望有一个好地方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协助，让社区有好所在来运动休闲。记者蒋永全报道。